这里是南杜绝郡望红桥，来望红打卡的这种事，搁以前我打死都不来，现在为了拍抖音，我竟然变了。来之前看别人拍的视频，以为就一个小石桥，来之后才发现，这地方像小时候的夏天，土路、草地、小河沟、小树林。没有现在的空调房凉快，但有小时候夏天的味道。找个大树插到阴凉底下，感受心静自然凉。现在的人心都太浮躁，根本静不下来。从景这地方到望红桥，大概走10来分钟。小河沟、小石桥，有人见南山，人从桥上走过。拍照打卡确实好看，免费地方要来趁早。早行动的人先享受生活。这是南杜绝郡老城门，导航南杜绝郡就能到这地方。找不见看评论区。这是南杜绝郡石头岩，今天就说到这的。向风扬自由。